次访谈中，林心如直言，一个明星最重要的不是他能制造多少话题，而是他能演多少戏。林心如的意思很简洁，意思是自己一直都在演戏，很少制造话题，而某些明星总想靠着一些话题来炒作自己。林心如虽然说的是实话，但是很多人听了都会不高兴。现在的明星都很会说话，是那种无论说什么都显得谦虚，而且不会剑指某些人。但是林心如是我们回忆中最美好的一位，现在的她早已没有了十几年前的那种清纯，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成熟了的韵味。几乎每一次说话都是实话，这一点倒是和赵丽颖很像。这一次林心如说的话，霍建华听了也会觉得不好受吧。